大家好，我是朱姑奶。九月嗰阵，我同叶姑、花姑去咗叶姑嘅生日旅行。第二日，我哋喺呢个长江全景公园玩咗成日，而且叶姑将要面对佢人生中最大齿力嘅一日啊！事不宜迟，我哋 go go go！ 本影片系由保护你网路私隐嘅 LoveVPN 冠名赞助。今次嘅旅程咧，我哋咧特别啲嘅。第一日有叶姑嘅公主天术头盔，唔系头，唔系头皇冠，皇冠头箍做呢、這个dress code 啦。咁第二日咧，我哋就有呢个团服嘅。咁到底团服究竟系有啲咩团服咧？叶姑系唔知嘅，因为系我同花姑两个准备嘅。好，比较难忘嘅生日佢啊，冇错，难忘嘅回忆佢。咁首先咧，我哋决定咗呢个团服嘅颜色先。你想要咩色话？你想要咩色话？想要银色啊！银色，哇，真系银色，真系银色哦！叶姑想要银色，佢猜到咗银色啊！一、二、三。巨魚，花姑係美魚，點解咁準嘅？巨魚，我係點解咁準嘅？貧魚，貧魚 T， 聽日咧就會著住呢件 T 進行一日嘅運動行動嘅。哇，白色好睇啊！葉姑咧係貧魚 T， 點解咁潮㗎？點解你唔燙啊？佢先唔係㗎，買翻嚟就係咁樣接好咗。唔係你唔燙啊佢啊嘛？唔係巨鮑魚啊！你係啊，我係鮑魚，咁樣咧，我係偷用咗鮑魚嘅。聽日咧，嗱，我想問下銀色係即係咩啊？銀色色假髮啦！我仲幫你買埋呢一個紅色靚啊，周生。喂呀、啊！我听日嘅假发红色，因为抽中咗高级嘅红色，然后就金色啦。会一顶，你自戴过噶呢、這个？系啊，呢、這个我戴过噶。哦，要确保口气咯。叶夫啊，请问你对于我哋听日嘅团服觉得点啊？奉劝大家，令得最少人，莫得罪。我哋想俾你一个生日难忘嘅回忆啫，但系要谨慎啊！真系小心交友。大家好，我系朱古拉。大家好，我系贫姑。姑字嚟嘅呢个。大家好，我系花姑。準備想去玩，其實今天這個公園是很多靚景絕景的，可以拿來打卡的，不過我們現在我怕我們阻礙了個風景。知不知道什麼叫人比景嬌啊？就是我們了，人比景美麗啊，搶貨啊。為什麼突然之間這麼有自信呢？我覺得我自己是阻住了別人的那個愛眼啊，揞眼啊，知唔知叫揞眼啊？我覺得我哋而家三個好揞人哋啲眼啊！人哋明明係想去睇靚景啊！可唔可以影我哋三個啊？嗱，我哋三個合體係咁，三個影相，係咯，耶！ Yeah. 好，我哋出發第二日旅程 ，go go go！ 大家去旅行嘅時候，會唔會有一個煩惱就係睇唔翻香港嘅電視咧？這個時候 VPN 就幫到你啦。有了 VPN 就不受國界所限，想看回香港的電視真的話都沒那麼容易，遠距離追星一點難度都沒有，而且 VPN 的流量比普通流量加密程度更加高，加上 LoveVPN 會過濾訪問網
網站的時候，瀏覽器中發生的惡意流量和操作，保護你的裝置，就算你好像他那樣喜歡看那些啊啊網，你都可以看得安心，啊得放心。人不在日本就成日都去不到這個日本那裡 check 我的網上銀行到底有個戶口有多少錢啊，是不是？有了 LockVPN， 你就可以隨時隨地到銀行那裡交易，而且 LockVPN 會以雙重數據加密，它不會追蹤、收集和分享用家的個人資料，猶如有個金箍罩護體。護住三隻箍，到我們日本箍箍箍的專屬連結，並且輸入我們的優惠碼 Japan Go Go Go， 就可以獲得這個獨家優惠。你訂閱兩年方案送四個月，並且有30日無條件退款。現在已經有很多箍兒瘋狂地輸入了優惠碼了，你們還等什麼？還不快點行動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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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咁我首先喺下面买咗飞丝，一个人系2400 yen。而家唔敢同任何人嘅眼神交流啊！好靓啊，叶哥！我哋到咗啦，落咗。哇！超靓啊！好靓啊！哇！诶，富士山啊！嗰啲喺边啊？喺嗰边啊！诶，死啦！睇唔到边个系？诶，呢个弯啊嘛，呢个弯嘅嗰边啊！哎呀，有云啊，喺呢个位啊，富士山。我攞走个雨云去。不过因为而家好晒，所以冇人。我哋不如坐低影几张相。好啊，好靓啊呢度。哇，你睇下呢度有一排沙发，因为而家太热冇咩人坐。咦，呢位银婆婆，银姑，哇，好靓啊！咁样望你家后面嗰边好靓啊！我哋而家喺呢个国城咖啡，准备买嘢饮啦。有呢个季节限定嘅饮，真系好热咯！我哋要买嘢嚟。我哋仲叫咗呢个花束级雪糕，同埋呢两个，同埋巨峰雪糕，同埋巨峰雪糕。哇！呢个系花嘅雪糕，花雪糕，啲花系可以食噶，系咪啊？好啊，呢个就是巨峰提子雪糕。哇，背脊光喎！呢个就是巨峰提子雪糕。哦，我怀疑呢样味啊，你睇都系紫色嘅，因为。哦。咁啊，个雪糕好唔好味啊？巨峰味咯，真系好似食紧个巨峰提子咁样。咁呢个巨峰色应该都好好味啦。嗯。我哋要解说先啊。呢度有个神社噶，我哋上去睇下咯。好。哇，好靓啊！呢个系啊。影相都会好靓喎，系喎，呢个人唔靓，唔靓咩？亦都 B B 你好靓喎，呢个人系抢风景，嗰个鸟居都唔够我抢风景。哦，呢度都系有倍马噶，我都有深深倍马喎，睇下心形倍马。這個呢就是呢它用花砌成的一個小富士山，等我們望不到富士山的時候都去望下這個小富士山。爸爸呢現在就說要玩這個什麼啊，マルフードアスレチック廣場アスレチック就是什麼，就是這個東西城網。好涼啊，好舒服啊，有些風。
我而家個假髮下面咧，全部都係汗嚟。係。我假髮下面好痕啊！我翻到去醃到個頭皮有受損咧，我會揾你哋兩個，即陪我去睇醫生嘅。可以，我哋可以一齊睇應該。我想講，我而家個頭皮已經好痕啦喎。所以。我想問下你哋到而家有冇後悔啊？好快啊！高速滑行，可能可以翻翻转头添啊！咦，冇添。预收出发。可以吞口噶？点解咁劲嘅？救命！都系唔识停。我哋嚟到山顶嘅富士山展望台，呢度系有个打卡位咧，俾你影相嘅。呢度系高450米嘅标高位置。哇，展望台啊！喺嗰度啊！俾啲雲遮住咗啊！聽唔聽到鐘聲啊？聽唔聽到鐘聲？聽唔聽到幸福喺度呼喚緊你啊？幸福啊！我要幸福啊！唔知點解你呢個同你嘅髮型同埋個樣係好襯係啊？咁啊，開關地，開關之前有去呢啲戀人聖地。上次廉昌光之島嗰啲又係戀人聖地。两个人一齐喎，佢话食多啲惊喎。如果一齐嘅话，呢只好咯。大家我要同佢一齐喊。点解我会同佢一齐喊咧？因为我哋仲未揾到自己嘅幸福啊。哦，好啊，咁我哋嘅 channel 进发10万 follower 啦，蒸蒸日上，多啲生意。等阵，佢是阻擾住嗰個鈴鐺噹嘅，唔識搖啊！你哋就有個茶寮嘅，咁佢嗰個茶寮咧後面咧就有嗰、那個有啲梳化位嘅，就是、我哋頭先睇嗰個，我就可以坐喺度。我見到佢咧大概就係3500 yen 咯，星期六日。哦，哇！你哋睇下呢個，呢、這個 tennis 超正喎、啊。呢边就免费嘅，我哋而家攞咗嘢食啦，咁啊等人咧嚟带我哋位去呢一个出发。嗨，你坐坐低啦。嗨，哇！睇下我哋而家坐喺呢个茶寮嗰度，望住外面。其实咧，见到富士山嘅脚噶，佢啲云咧走咗啲啊，见唔见到啊？得个顶见唔到，即系得成个山脚至山，我谂呢度都已经去到百合木啦，都见到啊，好好啊！我哋嗌嘅全部都系绿茶嘢啊，耶！我体会咗人生，我终于体会到乜嘢叫做杀风景。啊啊啊！我唔准你咁样话朱古拉啊！我讲我自己啊，我哋三个今日好杀风景。你望下呢度几靓，你望下，再望下我哋。翻到正常人啦 ，Hello 各位，我终于正常翻啦。咁咧喺茶寮隔篱咧有个可以俾你写 postcard 嘅地方嘅，咁就可以而家喺度写啦。写完之后咧，原来咧个信箱就系喺茶寮隔篱呢一度啦。好啦，咁我哋已经写好咗啦，咁我哋可以寄出。耶！咁我哋继续去玩啊！呢度其实几好玩，都几推荐大家嚟玩好耐，可以玩成日。系真系点解可以玩到成日咁夸张嘅我哋？有
耶！終於我哋有位啦。好，我而家先試下先。真的好熱啊，舒服啊，舒服啊，朱古力，望住個富士山。我哋而家先發現，原來咧呢邊咧係温水，嗰邊係冷水。我哋一陣間去浸埋冷水啦，好嗎？哇！呢邊係凍水涼浸浸，好舒服啊，超舒服啊！你快啲入嚟啊！呢度咧就仲有一個 water launch。water launch 你只要買一杯嘢飲咧就可以去噶啦，就係咁樣。哦，好靚喎！咁佢就有限時嘅三十分鐘，如果即係人多嘅時候，咁佢前面就會有個漏斗計時咯。哇！呢個情侶幾咁 sweet。三島新幹線站，準備搭呢個新幹線翻東京啦。耶！點啊，熱姑，你覺得呢兩日嘅你嘅生日之旅覺得點啊？一個字，塵。咁我就一個字，爆個爆出嚟。你可唔可以一個字？你。好啦，咁大家如果中意我哋呢條片嘅話，請你高抬貴手，屎贊好訂閱留言啦。同埋做會員同埋睇廣告啊！好啦，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 ，Goodbye！ 點啊，朱古力，有冇後悔今日嘅選擇啊？當你見到熱姑呢個咁靚嘅相之後，真係有少少後悔，應該比熱姑最靚嘅人出現嘅。你唔係話佢靚咩？你話我靚嘅而家？唔係，你而家呢個人咧係爆靚，但係咧呢個爆靚。不是貧靚咩？爆靚，貧靚。但係你可能係可以再超級無敵靚。戴眼識人啊，各位。本影片係由保護你網路私隱嘅 LoveVPN 冠名贊助。